那个恐龙踩在什么上面？木车，还有那个。它放在这个部分。哦，尾巴。你给我看你的尾巴。这，那这你准备好了吗？时间已经有点来不及。我来这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可以，就是我要考验你播报新闻的能力。听从朋友们 KO， 你们好，环境放刊终点新建，我是德俊，您的新疆鼠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飞哥，我想问一下你。有跟着我的剧本念吗？有。那个猫呢？那个猫。你 scroll up。啊，你哪里？哪一个字？那个什么？主猫。啊！因为你的那个程度比我想象的来的差很多。为了让可以让你就是更加了解我们这个剧本，我决定来塞曼德同学你去那边。他好像也是不知道。好，来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。欢迎收看重点新闻，我是德俊，您的新闻主播播是吗？新加坡终于，没有，我不是故意读，他跟我是他跟我一样，所以现在你有更好的心理准备，对，就是微微的看法，马上3、2、1 ，Go！ 新加坡无将重来1%光1%光。地说这对新加坡人的钱包破的影响大大提开。你知道整则新闻我听到的是什么吗？我听到这个东西。哎，行，懂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怎么可能我也不知道。就算是我有听到一个华语字哦，可是他读出来是错的，像。生不是开哦，其实我了解为什么你不是开，因为你觉得你是开，是不是？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你的语言了，还有你的表达能力。我觉得你的发型我非常喜欢，你的发型最近刚剪的吗？你知道什么是发型吗？可以用英文讲吗？可以，这个可以。Eyelashes， 把这个打出来，不要听他错吧。哦，我的 hairstyle。你最近刚剪了吗？一夜后面。现在11月了，我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他是讲 woman 有没有人来救一下我？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。第二个环节就是我们会看图。今天有两个女人在外面，他们在车上的地盘。那个地方有个路。等一下。知道叫什么吗？因为你给我的眼神是你不知道。他们站在什么？站。右边的女人。右边女人，你指给我看是哪一个？她在用她的手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她的，哇，好，是她的1、2、3、4、5号的小手在。上面要找车，有一个小孩子在什么上？马路上，他的右边有一个那个扣子，什么子？扣子空哎，恐怖分子 KO， 哎空，有没有了？那个。啊，那个恐怖是小蛇。我帮你一下，恐龙。那个恐龙踩在什么上面？木车，是一个一条木，还有那个。
啊 ，OK OK， 这是我们的那个在马路上 ，Oops， 听到吗？因为用这个马在马路上，对马的路上，马路上。我觉得你虽然讲的这笑话是好笑的，但比不上你前面说的那个孔子恐怖分子什么都出来了。这个马，是好处来看这个马是有身材。Oh baby。身材？哎，医生，你怎么看得出那个马有身材 ？What is color？ 颜色。这个马有很多颜色，哪里？你看那个太阳标出来它的颜色。标出来？我以为马是要烤出来的，不是可以抓。你了解吗？我很不想了解，因为我了解我的水平是干嘛呀？这是我们的天气预报。这是盐。我说天气预报哦。哦。所以你觉得还是盐吗？不是盐。哦，这个是那个上面天堂。应该下来的水，可是很冷。这个是一个很。是一个很没很多人知道他的这个女生，她刚出来。我可以要求你不要再有发出一些奇怪的声响。她拿出来一个圆圆的冰，她放在她的嘴巴。他们是说她放在这个部分。哦，尾巴。你给我看你的尾巴。你确定这叫尾巴？尾巴。好，嘴巴里面有尾巴，好。我先跟你解说一下，这个是体育新闻。这个是一个男人，他在打那个水在船上，他要转左那个船。你可以先在你的脑里面想一下你的音要怎么发，才发出来，不然我听到的每次是左。我们华语有四个音，你把我们四个音都读出来，左。你帮我总结一下这个新闻。这个是一个男人在一个红色的船，他打那个水，因为有盐水。我不是叫你重复，我叫你总结。船是红色。总结是 conclusion。如果新加坡有多人在他一样，很多人会笑笑。我觉得你最后一个，什么？真是站直。我觉得你这个。最后的最后，我想要你对就是镜头上面再做一个自我介绍。我是德俊，幸福你们看到我的主播。你们有一个好睡觉时间，再见。Finally, we can speak some English. Oh, okay. Oh. I feel like my IQ points are. Oh my god! Finally, you are speaking like a human. Actually, I can talk one. I think you already know that this is no like legit casting call. Yeah, I'm just here to brighten people's day. Definitely, I feel so good about myself after watching you. 其实我们的工作已经到此为止了，但你还有一部分哦。嗯。因为你需要受惩罚。光临，全部的。看这边的人，你们特色来这边看我的节目。你看那个天上的财神，身材、颜色，是一个黑黑小黑。Okay, thanks, bye.